开启民智，为公为国。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复旦大学创始人马向活，生于乱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艰难前行，开百年来平民教育风气之先河，高扬民主与科学，推动国家进步，国运流转，薪火相传。人物栏目系列片《先生》，这一年袁世凯以北洋军六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出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就是说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其实袁世凯提不出这个见解来，是研究提出来。中国戊戌变法的这个先生，那是那谁，这是梁启超讲的。谈张伯苓离不开阎万尊，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个在办教育的时候是一个手心手背。他是最早上奏折说，科举考试里边要增加这个经济特科呀、他上了一个经济特科的奏折。大公报曾经把他称作旧世纪的一代完人。他出身商世家，他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阎。1904年，阎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他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途中，阎修决定将阎家家馆和天津城中另一个望族王家家馆合并，成立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同时任命年轻的家馆教师张伯苓担任中学堂监督，负责一切学堂事务。这个事情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大事。胡适评价他说，张伯苓和阎修先生的这个结合是最完满最圆满的一件事。因为阎万尊当时是很高社会地位的，他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张伯苓当时20岁出头小伙子，别人也看不起，但是阎万尊认为他这是块玉。当时啊，两人谈着以后哈、张伯苓向阎万尊表态，宁以身寻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阎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孝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严守对阎修的承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创办系列南开学校。天津方言中把洼地称作开洼。南开意为南边的一片蛮荒之地。1907年，张伯苓向天津名流募集资金26000两，利用天津乡绅郑菊如捐出的城南10亩洼地建成新校舍。迁入新址后，袁世凯捐助白银5000两建成中学礼堂。张伯苓虽然背靠阎修殷厚的人脉，以反景开端，但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他也将由此踏上苦旅。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政要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且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非短流长。他的这种社会交际面非常广，你按照一些人说的不太雅的话，就说
张伯苓那是三教九流都能来得了的人。油滑的这一面肯定会有的，他不油滑的话，他怎么能够游刃在这个政界、这个企业、商界？他很长袖善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一点他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在这些人之间周旋，长袖善舞，然后把钱用在教育。不是有人就说诟病南开，就说用军阀的钱，用这个资本家的钱，就说用他们这些这个不义之财来办学校。当时南开学生也有提这个问题的，就说那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凑钱？严修说嘛，严修说，说是这倒泉之水不妨用来洗洗脚嘛。张伯苓也很无可奈何，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我们不妨用粪水来浇鲜花嘛。他说我就是那个挑粪水的那个挑粪工，我把它挑来把你们培育成一朵鲜花，这有什么不可以？1911年春天开始，张伯苓忙碌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两城之间，因为创办南开中学声名日隆，清华学校代理总办严惠庆聘请张伯苓兼任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这一年，天津城又传来好消息，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下令将天津两所业绩不善的中学堂并入南开，同时每年拨入学堂经费3600两。张伯苓一生的宁静时光并不多，教育经费陡增，终于卸下募集资金的庞大负担，又亲历清华学堂的美式教育，张伯苓开始谋划南开中学堂更大的发展。但张伯苓年谱中关于1911年秋的文字记载并未见轻松和喜悦。1912年3月2日，张伯苓年谱记载，晚天津发生兵变，南开虽偏居一隅，幸免于难，但已无学生来校，只得缓至4月开学。同时，原本应该从政府领取的学堂经费也因故暂缓。这就是灭顶之灾，最致命的是长城延误封城，因为这个严范森本人就是盐商，就挣20万了。王建的时候呢，整个他也是亏赔120多万。无米之炊的这种状态下，有的教会说我们要给南开钱，要把南开可能办成一种教会的学校。然后张伯苓一再婉言谢绝，说谢谢，这说南开是我们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我们再困难我们也不会接受你们这种改变。中国还有一个政府有一个传统，他对于私学他是支持的，就是他每年有一笔经费资助这些办私学，所以那个时候卢牧在做提学使的时候，在南开最艰难的时候，他就把就是说拿一笔公款来资助他。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把一部分公学我和你合并在一起，然后这样你就有一部分公款来支持你一把。每年张伯苓也去申请这些钱，说能不能支持我坚持下去。1922年3月。天津《议事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南开大学建筑新校址》的消息。南开大学由前年夏天成立，进步迅速，近闻该校在八里台东北两处置地370余亩。这是南开大学新建成的教学楼，名为秀山堂。在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学以益于，学以救国，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1924年秋天，南开学校成立20周年庆典正在热烈举行，但喝声未落，张伯苓突然陷入了建校以来最猛烈的风暴之中。南大周刊第八期刊登了学生宁恩成发表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这篇文章严厉批判南开大学的西化教育，他质疑新式教育让社会服务也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这引发了教育史中极为显见的教师罢课风潮。调解无果，校长张伯苓离校出走，竟长达数月。其实当时正好反映的也是整体世界大学教育一种观念的交锋，就是大学究竟是躲进象牙塔做纯学术的研究呢，还是说这个大学教育培养的这些人是要贴近社会？而且正好在南开反映出来，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教育背景下，张伯苓从一开始办教育，他的
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如何救国。有一些人可能对南开有一些诟病，认为南开这个学校就是太强调社会服务了。从1930年开始，张伯苓专门为南开中学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关于东北的地学课程，教材选用了一本20万字全面地展示东北地区风貌的《东三省地理》。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私立学校的掌门人，张伯苓对风波的暗流极度敏感。东北风声鹤唳，1927年8月，张伯苓便亲赴东北考察日本的扩张意图。三个星期的暗访，张伯苓深感危机重重。暑假回来就当场组织东北研究会，派六大教授，都是知名从美国回来的，让张伯春呢组织东北调查团到这儿去考察。著书立说，办展览惊醒国人，日本人进入华北的势头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进入华北以后啊，就面临着天津、南开能不能待下去的问题。所以张伯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说，如果平津失陷，那我的南开怎么办？他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经过这个反复的推敲以后，他选定了重庆。可是这时候面临着经费问题，那么他开始给蒋介石写信，啊，说我要未来国家培养人才，说我需要在那儿建一个学校，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啊，希望政府支持。哎，蒋介石就非常的这个痛快啊，当即就写信给教育部，然后呢就联系这个四川省主席张群，就说你啊，从哪儿先帮我垫5万块钱给他啊，以后我还。那么张伯苓马上就组织人啊，去把这个学校就很快就建起来了。1937年7月5日，张伯苓离开天津，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第一期国事谈话会。对于正在悄然逼近的灭顶之灾，他毫无防备。7月27号，我从学校回家，路途当中经过日本兵营，日本兵营对面就是一个日本中学，我见到这个学校门口都爬满了日本兵，我就觉得感觉要出事了。第二天就开始轰炸了，日本人从中日中学的楼顶上架了迫击炮，拿大炮去打南开大学，先打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一个大圆顶，他就拿了大圆顶做靶子，一下子把圆顶打掉了。这个圆顶很重，就把书库的房墙壁都压倒了。我在这个炸弹日本这个投炸弹的后的第三天，我就曾经跑到这个南开这个被炸的那个废墟那附近，看到这个我们上课的那个南楼基本上就没有了，小学没有了，体育场没有了，而这边钟楼高中上课跟瑞亭礼堂也受了很大的这个损害。南开大学被毁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3天沦为废墟。但这不是张伯苓接到的唯一噩耗，战场又发来电报，电文是蒋介石亲拟的。四子西户所在空军在江西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张伯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说，我本来是出身于军人，上战场杀敌是我的天职，但是我未能上战场，如今我的小儿子替我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了无遗憾。但是这个话说背后他很沉重啊，你想想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死掉了，南开的学校又被炸毁了。张伯苓非常伤心，蒋介石这个时候接见了张伯苓。张伯苓当时表态呢，我觉得是他更是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立场上。张伯苓说，他说南开被毁只是一种物质上的被毁，但是南开的精神呢是不会失败的，将来还会要再建南开。然后可能是他这话呢就感动了蒋介石，结果蒋介石当时就也非常慷慨激昂，就说了一句话，说就伯苓兄啊，你放心啊，有中国在就有南开在，然后就给做了这个许诺。那么这个许诺实际上后来就成了这个张伯苓呢跟这个蒋介石这个交往的时候这个必提的一句话
然后经常以后这个要钱的时候，那信抬头一抬头就是啊，南开师生是吧？都感念领袖的这个对南开的承诺啊，有中国在，就南开在，然后下边就是我们现在缺钱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私立南开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联合南迁，同时委任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共同担任最高行政领导。后来，这支南迁的高校成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天津沦陷，南开中学学生开始陆续向西南方向迁徙。张伯苓未雨绸缪建立的重庆南开分校也展开了旺盛的生命力。虽然重庆的日子也不宁静，南开校园曾经三次遭到日军刻意轰炸，但它依然是这座山城中最醒目的中学。据说抗战期间，所有来到重庆的外国人士必然参观南开中学，拜访校长张伯苓。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也是张伯苓的70寿诞。分散在大江南北的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47奖助金运动。最初只打算从社会上募得110万元的捐款，但当整个活动结束，捐款总数竟然超过了600万元。34年8月10号，只可惜我们拍影片的灯光不够。抗战结束，南开的复校啊，就已经在着手准备。其实张伯苓呢，就想重新回到私立，但是呢，他知道抗战结束的时候没有钱，是吧？所以他又给蒋介石写信，他说我希望是吧，政府能够支持我，啊，但是呢，我们学校还要私立。后来蒋介石说那不成啊，他说你这个你拿了国家的钱，然后你私立，你这个第一个我于法无据，对不对？第二个那将来别人要都这么找我要钱，我受不了了，是吧？那最后商量结果，最后那好，他说我们就以10年为限，啊，我先国立10年。国立10年呢，你每年给我钱，然后呢，10年以后，我也不要你的钱了，然后我私立。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据说当年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超过了3000人。虽然百废待兴，但与蒋介石的10年私立之约，显然激起了张伯苓的斗志。从1947年到1951年。张伯苓的这段生命轨迹通常被学者独立成章，他们认为短短5年中，张伯苓的悲剧色彩堪比其40余年创办南开的传奇。1948年春天，和谈无望，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这一年，72岁的张伯苓突然做出了令人惊诧的选择，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因为后来跟蒋介石的私下的交情很好，哎，那时候国民党快撑不住了，就把一些人给推出来，是吧？蒋介石非要求他，他本来不想去的，大家也都劝他，说你这一辈子都很什么啊，你最后来这么一样多不好。他说不行，这因为私人关系太好了。张伯苓去做考试院长，同时任南开大学的名誉校长。但是呢，很快教育部发布的这个任命只发布了何连任南开校长，没有南开张伯苓任名誉校长这样一个任命，所以最后张伯苓就觉得这个很不高兴，国民政府已经发布了担任这个考试院长，然后他就只好去南京了。到了南京以后，大概只有一星期，然后他就到考试院去点个卯以后，然后见见这个各位同事，然后他就说身体不好，然后他就去重庆了。张伯苓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但实际上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这年，张伯苓在金南村家中第一次患中风症，康复后右腿肌肉很不灵活，不借助手力很难站立起来。
74岁的张伯苓想回天津了，周恩来亲自安排专机来接张伯苓回北方。1951年2月14日晚上，张伯苓突然再次中风，九天后，张伯苓去世。生前弟子3000，两元桃李的张伯苓身后清寂，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的三个儿子一则79字的哀请。生于乱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艰难前行，开百年来平民教育风气之先河，高扬民主与科学，推动国家进步，国运流转，薪火相传。人物栏目系列片《先生》，1939年4月的一天，在北部重庆，由政府出面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生日宴会，参加的有各界名流、各党政要，寿星本人并不在场。按照中国的历法，他整整100岁，这样难得的长寿，何况他又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老人。国民政府郑重其事地给他褒奖励，称赞他爱国老人，举国上下用一个长寿老人来激励救国的热情。这个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已经忘记，仅仅在50年前贴在这个人身上的标签不是爱国者，而是汉奸。江苏丹阳有两个叫马家的村庄，都认为自己才是马向伯正宗的老家，这样寻找的过程费尽周折。这里也许是传说中的祖居已经废弃，也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显示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元朝的天主教信仰。马太太是打算交代，不打招呼交代我。我哪天？他还是人呢，他本人是吗？他不是人呢，他是我们这里中学这里的，他中学不像什么学校。无论如何，即便是和100多年相比，村庄的面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让我们可以假定，12岁的乡下少年马向伯，就是从这样的乡间小路上，走向他那辽阔而漫长的人生。那么他不知怎么搞的，12岁的时候独自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决定这个跑到上海来，听说上海有个徐汇公学，就是耶稣会的开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会学校，现在还在，现在就是上海的徐汇中学。徐汇公学为耶稣会培养神职人员，所设的训练内容除了神学，还有语言、人文和科学等7科。少年马向伯在语言、数学、天文等学科上展露出过人的才华，据说他精通8国文字，尤其擅长演讲。大概17岁的时候，他的在徐汇公学里就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当时的话，法国在上海开设这个领事馆，因为不让他们在北京开大使馆，他们最早的时候的他们的那些外交英法什么什么美啊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个领事馆都开在上海。开在上海这个法国的领事馆呢，法国领事听说徐汇公学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那么希望他去到法国领事馆去给他当翻译。马向伯拒绝了，他说我学法文是为了中国。马向伯宣扬人生而平等，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
马向伯所属的上海耶稣会，这是由法籍会士主导，中国神父有时不被平等对待，马向伯对这样的事难以容忍。1870年，31岁的马向伯以特优通过耶稣会考试，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司铎神父。第二年，他担任了徐汇公学的校长，而此时他和部分教会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也更为频繁。一次，一个外国神父来上海造访，教会要马向伯和弟弟马建忠腾出朝南的房间，这件事成为一个导火索，导致了马氏兄弟的叛出教会。马向伯离开教会的背景其实非常清楚，因为我间接的也去找到了这个在罗马的当时的这个交涉的档案，就是上海的耶稣会，法国的耶稣会是写报告回写到罗马的耶稣会总部啊，报告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当时呢是一场，确实是一次冲突，但是那个冲突呢今天看起来你不能做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对抗式的一个理解。我的理解看了那个报告，那个原始的档案，我的理解就是马向伯想做更大的事业。如果他已经40多岁，他学了那么多的外语，在这种外语在当时在中国别无此人，只有他一个，马向伯想做更大的事情。因为他有特殊的关系，他跟他的弟弟都是为李鸿章所赏识，是个人的赏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是整天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当李鸿章邀请马氏兄弟参与他的幕僚去做一些为整个朝廷做一些大事情，那当然对每个年轻人都会有吸引力，所以他去了。马向伯弟弟马建忠，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被忘却了的人物。他于1877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选派往法国留学。1879年获法学博士后回国，长期充任李鸿章办理洋务与对外交涉的重要助手。马氏兄弟在离弃教会后，一心想在政务上实现改良救国的志愿，却又因为他们的宗教背景，在清廷官场备受猜忌。1882年，李鸿章因为重用马建忠而被参奏。因为这个原因，马向伯在从政的10年并无朝廷的官职名分，只以李鸿章随员身份办理其所委托的政务。1885年，马向伯协同弟弟马建忠办理招商局事务，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法方封锁了所有清廷船只往来公海。马氏兄弟为保证招商局利益，才去把船只抵押给美资商行，事后再赎回的变通之举。这件事让马氏兄弟首次背上汉奸的骂名。那最后的失败就是签订了关停令。比如说战争，因为那个战争是不能打啊，或者是你打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更好的这个方案啊。然后战败了以后，呢，李鸿章要出去顶缸，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又必须是马向伯、马建忠他们去谈，啊，然后呢，这个谈了以后呢，就那个条约，就是《马关条约》，然后全中国的那个舆论都是唾骂他们，认为马氏兄弟是最大的卖国贼，甚至说他们是李鸿章的私生子，或者是原来就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嘛。说他们原来就是外国人，所以呢，要不然怎么会说那么多的外语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成了千古罪人。从政10年，没一件事成，反而背上汉奸的骂名。马向伯此时心灰意懒，又雪上加霜遭遇亲人的生离死别。54岁，妻子和儿子死于海难。56岁，母亲过世，临死不认叛教的儿子。上海松江四金古镇，马向伯继承兄长的遗产，
在这里拥有3000亩良田和多处地产。1897年，他把这些财产全数捐给教会，重归天主。红尘历练后回归宗教，马相伯的余生似乎就要在幽静的天主堂中伴着神的蜜语度过。此时难以预料，他对中国所负的真正使命，竟是在耳顺之年才会到来。1903年，马相伯64岁，他已经是一位老人，隐居在耶稣会的一所孤儿院内。在南洋公学任教的蔡元培得知他的行踪，上门向他求教拉丁文，后来又让自己的24个学生随马相伯学习，教授的科目也从拉丁文扩展到哲学、数学。马相伯向教会捐献财产时，指定这笔财产将用于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此时学生已经有了，办学似乎已是恰当的时机。震旦大学借地于耶稣会在徐家汇的天文台内，师资也由教会支援。震旦是中国的古称，中文字面上又有日出东方的含义。借这个生机勃勃的名字，马相伯此时此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马相伯所设计的震旦不是英美式学院，而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研究学问的学者团体，或者是更古典式的柏拉图式的学院，提倡学生在辩论中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震旦的行政管理由学生选出代表承担，学校的所有成员享有自治自主。当时帮助马相伯办学的学生邵力子、于右任等，均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可圈可点的人物。震旦创办后不久，马相伯和耶稣会的矛盾又起。耶稣会希望震旦是法国式的教会学校，学生要遵从教规，这和马相伯的办学初衷相违。他为震旦制定的办学原则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法国传教士呢，就既然你到了这个教会的学校，就应该使得他们要把宗教课变成必修课，那么就等于说你要有强迫信仰一样的。这是马相伯最反对的，他认为要宣传宗教，但是你要教人家接受，你不能够强迫人家接受，所以他反对把这个圣经啊作为一个必修的那个课。这个是很多的当时进震旦公学的那些学生所赞同的，他当时的几个学生后来很有名啊，闹在震旦闹学潮的于右任、这个邵力子。1905年，学生们要集体退出震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他冒着再次和教会决裂的风险，决定站在学生一边。他们在吴淞另租校舍，为新学校起名复旦。这个名字来自《尚书大传》中李顺传位给禹时所唱的《青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可以释义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中国的著名学府复旦由此而创。此时的马相伯已经裸捐全部财产，办复旦的资金需要他和学生们从头再来到处筹集。66岁的马相伯终于不再被国人怀疑他的爱国。自此时起和接下来的33年里，他参与了另一所著名学府辅仁大学的筹建，应蔡元培之请临时担任过北大校长，还通过一系列的公众演讲和文章担当起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1918年，马向伯发表了一篇名为《民国名赵新进》的文章。他讲过去的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是专制的，那个时候的爱国就等于忠君。那么他说现在我们共和了，共和了，每一个国民都是自己的主人。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作为一个民国之民，所以就是民国民了，作为一个民国之民，你就应该有民国的人民的这个觉悟，你要自己当主人翁。这个他的很多的观念呢，相当的用当时的看起来相当的激进。1931年，马向伯已是92岁，他超凡受命，似乎就是要他遍尝人世离乱。他在从政期间曾多次出使日本，也非常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抵抗。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发表国难广播演说，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协会领袖，出任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出版了马向伯先生《国难言论集》。1935年冬天，天津的《议事报》逐日连载96岁老人马向伯的一日一谈。已是人中之瑞的马向伯，在这67篇短评中针砭时事，妙语如针。他评论国民党的立宪说，宪法本来就不是人民的意思写成，法律也是少数人的任意规定，所以宪法上所写的给人民的若干自由，都可以由少数人定的几条法律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再回到1939年重庆的那场百岁寿宴，寿宴的主人马向伯此时身在越南的谅山。1937年底，上海弃守后，他随家人撤退到桂林。1938年底，桂林也成前线，在继续后撤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到越南。到达谅山时，老人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只能在当地休养。因为他表示过绝不撤离中国，家人只能骗他。他把学生亲友们所送的寿金全数捐给抗战的伤兵和难民，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倾其所有的奉献。当年年底，在听到一次打击日军的捷报后，马向伯激动不已，在兴奋中离世，至死不知身是何。